我们跑到你们那个小区，然后从卡夫曼什么回来，大概就乘客，就往北走。从这儿过去？对，那个桥从桥上过去。是啊。应该差不多。我俩跑不了那么快，就是我回来以后再到这里来以后，争取跑到腾克至少，要不然腾克小林跟我慢跑，我慢，然后你再自己加速。现在是不是顺风啊？是啊，好快好快啊！一会儿晚回来，我给你。回来从上面下来更顺。大下坡，从那个卡夫曼边上那个我们跑 speed 的谷那个下来。其实这个地方照相更好一点，你们那个当场那边，算了。可以，就这样弄了就完了啊，就这个意思哈。如果需要上厕所，这里有厕所，把车停在后面一点点的，就在路边上。小子，这地方太小。这个脚步。